爱面子有分公开爱面子跟私下爱面子，好像都是，我觉得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是学霸，学霸就是挺会挺爱面子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在我人生遇到的学霸都蛮爱面子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讲，但我的人生经验遇到的都是这样，学霸都比较爱面子一点，就那些功课好的人就挺爱面子。像我这种放牛，就是也是放牛班，就是永远坐最后一排，然后让老师盯着，被老师盯着这种学生，我根本不在乎面子。